没有罪？你有没有罪？你旁边的人有没有罪？我们的长辈有没有罪？世界上有没有没有犯罪的人？没有，每一个人都有罪。所以上帝说，我看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要我的儿子受苦，我许可他生在马槽，我许可他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他担当世人的罪。我吸引你到我的儿子面前来，你到他面前来，他一个也不撇下你。无论哪一个人到耶稣面前来承认他的罪，无论哪一个人到耶稣面前来懊悔你犯过的错，你承认你有罪，你谦卑，你求主赦免，求主给你新的生命，上帝说，我一定赦免你的罪，我一定洗净你一切的不义，我一定借着耶稣基督使你回来成为我的儿女，与我和好。主耶稣今天对你说，你悔改离开你的罪，你来相信我，我在你心外叩门。有哪一个你说，主耶稣啊，我要把我的心门打开来，求你现在进来，因为我明白你是我的救主。你愿意不愿意？你愿意不愿意？你不是回答我，你不必大喊大叫，你从心灵深处对上帝说，主啊，我也是罪人，我要悔改，今天下午我打开我的心，请你进来。愿你接受耶稣的，站起来相信他，悔改认罪，求主赦免，因为耶稣为你死。你们走到前头来，离开你的位置，你走到前头来。